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系 Mira。就算唔系十强，但我哋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嘅长处，同埋有唔同参嘅一面嘅。咁所以我哋加入呢一个组合，系会带俾大家多啲唔同嘅感觉。我哋其實有計劃過，我哋喺開演唱會前一個禮拜，係我哋會揾個地方一齊住埋，增加呢個感情。係啊，但係就未知會唔會落實咯？會唔會落實啊，花姐？收好錢啦！我又覺得冇話好大嘅 generation gap 喎，即係都十年啫，都頗傾得埋，即係同 Lock Man 啊嗰啲，即係成班前輩嗰啲傾得埋。就冇乜嘅，傾得埋。我都覺得冇乜太多，因為大家都係有同一個夢想，就係想做啊幕前，所以我哋討論嘅其實都離不開呢啲，所以我覺得有共同目標都唔會有太大嘅差距。我哋會有自己個人嘅表現啦，咁同埋都會有團隊，我哋唔同組合嘅表現。咁我覺得唔會話好大問題，因為可能啲人會覺得得兩首歌好悶，但係我覺得我哋每個人都有自己特色啦，咁同埋我哋自己造聲入面一路都有。做不同的表演，所以我覺得是會很好看的。我其實自己關注很多學團啦，但係其實我哋唔係一個行嘅一個紅風嘅風格咯，因為其實我哋首一秒間咧都係好有香港 style 嘅一首歌啦。因為依家韓風嘅團比較大細啲，即係比較出眾啲啦，所以大家會覺得我哋好似行緊韓風咁，但係其實我哋係創造緊自己一個香港嘅一個風格出嚟咯。其實由全民造星開始都已經有一啲人會特別突出，有啲人會比較之下冇咁突出咁樣。但是我們自己的觀念就是大家一起去做好個表演，雖然好像很罕，但是你要想想，如果不是那麼多個人，其實他一個人都做不到的。我自己跟他們相處，我就 feel 不到有這件事，我自己覺得大家都是有些什麼都是真心會教你，還有我覺得就算有競爭都好，我覺得是良性的競爭，即是大家都是想自己變得更加好，